這個咧係個 V 領款式嚟嘅，咁就兩個色。我手拎住呢個咧係比較 sweet 啲嘅 baby pink 顏色。我而家著緊呢一個咧係杏色嚟嘅，淺杏色。咁佢係一個 V 領嘅 lace 款，而且個層次感做得好靚嘅。咁呢個係一個，其實兩個都係 see through 嘅。咁喺布質上就有個對比啦。這個係軟身啲、薄身啲，這個係一個厚身啲嘅 lace 嚟嘅。咁佢咧，係咁樣，係啦。咁佢咧其實係會透嘅，呢度位都有。機會會透，不過就唔太明顯，因為始終兩層啦，而且嗰個密度 lace 嘅 pattern 密度都相當之高嘅。咁去到 V 領位嘅呢一個部分咧，就有少少低，係啦，咁就睇下自己需唔需要打底啦。我自己慣咗著打底嘅，咁少少咯，係啦，少少咯，咁睇下自己習慣啦。咁留意翻啦，個 cutting 都係偏寬鬆啦，係一個疊薄少少慵懶感嘅效果。咁呢個佢個三腳位置咧就係、一個拋身啲嘅，咁呢個唔緊嘅，彈性度都相當之好，因為個三身比較寬鬆啦，咁你見到係一個大 V 領，而且係一個疊薄嘅效果，咁去到三腳個位置咧，佢就收翻入去做翻個少少拋身，令到嗰個 style 就更有層次感啲嘅，嗱，咁啊相當之寬鬆嘅一個尺寸。係啦，咁呢個位置真係做得好靚，好優美，咁你會見到V 領 V 領啦，係啦，佢個 V 領 V 領咧，佢揀嗰個 style 都做得好好，即係喺布質啦，你見到黑色呢個咧係個絲褲，而且軟身薄身少少。咁去到 on top 嘅呢一層咧，佢都係用咗兩隻，其實呢度係一幅嚟嘅，不過佢呢一幅揀得好好，佢有兩種唔同嘅 pattern， 都係一個比較古典啲、復古啲嘅 lace， 而且密度相當之高。咁加埋中間呢一個接駁位，咁所以你會見到佢 V 嗰個層次啊，或者佢嗰、那個。搶眼度是非常之吸引的效果，係啦。咁我而家就襯咗個比較有趣啲嘅裙褲款，咁啊做得比較有 style 啲，同埋我想 show 得比較慵懶感啲，係啦。即係呢個款咧，其實你已經係覺得已經係有一個lady 啲嘅 style， 咁你想係 lady 啲嘅乜嘢 style， 咁都可以，即係好範圍都好闊。咁呢個係 baby pink 顏色咧，可以去到一個 sweet 啲嘅選項。即係你可以做一個 sweet 啲嘅選項，一個我而家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慵懶隨意啲嘅選項。咁雖然係慵懶隨意，咁但係都可以 lady。咁呢個就係我想 show 出嚟嘅一個 style 啦。咁而家呢個裙褲款咧係好特別嘅一個 style， 咁我就會慢慢介紹，咁大家可以參考咗先。咁如果你話我自己穩陣啲嘅，係啦，穩陣啲嘅，咁可以著翻呢一類嘅短褲啦，襯翻對長褲，咁都係一個好穩陣嘅選擇。咁或者再穩陣啲嘅，咁可以襯翻啲喇叭牛仔褲或者啲直腳嘅牛仔褲。咁可能即係你想個線條咁靚啲嘅，就可以襯喇叭牛仔褲啦。咁如果你話想個線條利落啲嘅，咁就襯直腳牛仔褲。咁呢個始終都係一個比較寬鬆嘅版型，咁就襯直腳牛仔褲咧就最穩陣。係啦，最穩陣。但你想show線條感咧，就襯喇叭牛仔褲。如果想特別啲咧，咁就襯我呢條褲。